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小姐。 我阿淡啦，我阿淡啦，啊，承蒙關照。多謝。我都唔係第一次攞獎，但係唔知點解次次到呢個時刻都好驚、好緊張，因為我唔知其實邊次會係我最後一次，所以我每次都會好珍惜、好珍貴呢個獎。但係攞獎攞幾次之後，都會學懂啲嘢啦。譬如事後都會有好多人。 成日喺度拗話，咦咁搞錯啊佢攞，唔應該佢攞，即係以前會好介意咯。但係依家學識咗個獎喺我手，任你講乜都得，我唔理，唔<笑>關我事。但係因為咁，令我特別要多謝一班朋友咯，因為一班一直都支持我嘅朋友啦，我班影迷啦，呢部戲台前幕後全部工作人員關錦鵬導演。 嘉禾公司、陳志強我經理人，好多人想多謝，但係總之支持我嘅人，我全部都多謝。